今天来要来直接跟你做这个让爱苏醒的合作备忘录的签约。志工拜访素食餐厅，签下合作备忘录，为了大力推素。非如素的对象，我们就拿我们的素食分享券，去跟他分享，请他们来进到这些素食的餐厅来如素。我们邀约店家的时候，他们听到一起来响应这个木心木爱中，他们都很乐意。用餐不用爱吃一百块，啊，这素食券福利。素食分享券可抵消费，素食餐厅多半乐意配合。吃素不再是因为宗教素，然后是一种流行，是一种乐趣。真侪附近的人吼，拢会使，拢有来捧场啦。尽量不杀生，社会也会比较和谐。台南市的志工跟店家已经签了大概快将近300家。所有合作餐厅志工也会诊制作成台南素食地图。做这个地图是想说，地图上也可以看到说我们在所在的地方是有哪几家有签约。用爱苏醒素食地图一目了然，期盼吃素护身成为大家生活中的日常。大爱新闻学院的王昭忠台南报道。